涛声依旧不停息，您的一份捐助可能温暖无数颗冰冷的心。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十七号。呃，中共三中全会呢，到现在没有更多的消息出来，没有。据说有一些零散的东西爆出来，但是呢，出于中共自己的完全封闭的状况。 呃，跟他要塑造一个辉煌的伟大的改革家而而出笼，由他自己安排。很抱歉，大家用我，我只能用这样的一张照片，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呃，习近平共产党红色改革家就不喜欢这东西。但确实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一张照片。它的核心就是党媒英文大赞习近平伟大改革家，里面包含的故事就是整个背景故事比较深刻。 呃，他这是在开会的前一天，十四号、十五号的时候，啊、呃，大概有万字文啊、呃，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是这么来定数的。所以习，习习近平在经过十年，呃，中共十二年吧，他获得权力，二零二零一二年，不到十二年的背景之下，把他把自己定格为最伟大的改革家。很多人把他作为对比，成说他跟跟这个邓小平。 并肩，其实不是跟丁邓小平并肩，他是超越邓，他是超越邓小平的。啊、呃，这是一张，呃，这是另外一个在讨论内容当中提到。那这是这四代人，对吧？邓小平、胡锦涛、呃、江泽民、胡锦涛跟习近平。那习近平这一圈画圆了，当他用英文的方式大篇幅把自己塑造成伟大，呃，最伟大改革家时。 也就是说，前面的改革的一切，只不过是奠定它在奠定基础，使得它自己出现，在文字表述中，在文字的内容中是这么一个风格在其中，所以这就把所有人都给弄懵了。但他大家要知道，中文他没有那么写，英文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来标榜出来，但这候巨大倒退倒退开倒车。 砸烂一切，摧毁曾经过去的一切，是他真真切切干的，啊，是他整整个在他执政期间以反腐之名走到今天，甚至把他的左膀右臂都给砍掉，自己就剩一个肉轱辘段儿，这是习近平干的。那也就说明，凡是曾经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延续过来的整体基础，都应该被砸烂。没有他被砸烂的东西。 就没有习近平的最伟大改革家的称号。其实你要这么去理解，而不是说，而不是说他跟邓小平并肩，他是踩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尸骨，因为胡锦涛是被他从这个中共的台子上给给拉出去的，对不对？当时给撤下场的，这是他干的事儿，一点面子都不留。 所以这是踩着他们三个人的尸骨而上来的最伟大的改革家，而如果踩着那三个人的尸骨的话，他是否定一切，而不是持续就是持续发展的。那他在文字上呢，他就用了一个最伟大改革家，最伟大的改革家就超越了邓小平。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否定前期的所有改革，来塑造自己是改革的唯一者。 是真正的改革者，前面都是假的。呃，我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内容啊，这些内容呢都作为一种对比存在。哎，在分享之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这就是改革家。我觉得这个是嘲讽他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很有趣、很有趣的。呃，新华社冠名他是改革家，他说一头一头疯猪砸烂了瓶瓶罐罐，成为了真正的改革家。这是一个。 嘲讽他的内容，但他讲的很对啊，他很对，因为杂算杂碎瓶瓶罐罐，那杂碎瓶瓶罐罐的一切，那是曾经改革的辉煌，它的财富的标志，对吧？它的发展的标志，那而它同样就是一个真正腐败的一个事实，一个证据。所以，摧烂腐败的一切事实的一切，这就是习近平干的故事。呃，很多人都在嘲讽他，在骂他。 但是呢，我想跟朋友解释，你要知道，习近平真正是中国共产党天敌天敌，是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起来的真正的天敌，这是没错。他摧毁了曾经赖以辉煌的故事，而那些曾经赖以辉煌的故事的本身，上至中共的最糟最高层，下至普世的老百姓，他们建立的他们建立财富的基础。 都是以道德缺失为基础，以道德损失为基础，以道德伤害为基础，一切都是这样。你家里买的房子、置着地，就是不缺德，你能挣钱吗？不缺德，你能成功吗？不出卖朋友，你能有今天吗？所以这是一个通理。这条通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位置多高、位置多低，你只要在这个是现实的环境中，你完全是以出卖跟缺德。 赢得了你现实的一切，老实人在过去的二十年、二十五年里永远是吃亏的，特别是拥有信仰的人。这我相信朋友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就像我跟朋友解释的，呃，川普被枪杀7 13，七月十三号那一天是阴历是六月八号，六月初八，那是二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日子。 所以前后对应的也就变成了，在一九九九年，在那一天，中共开始迫害真正的信仰者法轮功。二十五年之后，在美国的本本土上，一那川普遭到了一个人的枪杀，而使得川普的性格大变，人性大变，让人们看到了更加的包容与神。按照那个预言者的说法。 川普燃烧了自己，把自己整个都交给了神，这是他这是他预言的原话，所以这是对应的。那当时的邪恶的一部分，去迫害真正的信仰者。二十五年后的同一天，结果却同样在人间以仇恨而存在的方式的人，如果他是人的话，去枪杀了具有一种独特的、特别的。 甚至有着一种神性背书的一个人，川普是个人，去枪杀他，枪杀枪杀完结果的概念，川普没有仇恨，反而出现了一种团结、包容、礼让，甚至甚至有可能内心中能够理解他被枪杀的原由所在和枪手的原因所在，他去化解仇恨，因仇恨而枪杀他，他却以自己的更大的博爱。 试图去化解仇恨，这就是一个圈儿画圆了。什么意思？二十五年前对待的是信仰者，二十五年后对待的是一个一个一个人间的美国的总统，贯穿了中美两大国之间的今天现实，在人的环，在今天的地球的环境中，两个最大的国家的这种相互内在的联系，生命内在的联系。那习近平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令人感。 感触，他实际摧毁了，是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之后，带领着整个中共国人发财致富的一切成果，一切方式方法，他的成果不在物质上，你比如说把高铁炸了没有？他的成果是在人性被摧毁之后的高度发达，人们欲望纵望到头了。 被将被习近平的统治阉割之后，给摧毁之后的一种现实现状。在这个现状之下，他把自己称为改革家。哦，这这我觉得蛮有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因为今天嘲讽他的人，都在讲述了他是摧毁了中共国的辉煌，对不对？大家要知道，那份辉煌是共产党的辉煌，是泯灭人性的辉煌。那习近平。 最伟大改革家是摧毁了中共的基础，是摧毁了中共。中共在江泽民统领之下，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背景之下，道德尽失的财富当中的一切辉煌的一切，这是真的，这是没错了。但现实今天的人，人们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基础的时候，人们当然就是会觉得他是最笨的人。 人们不会逆反的角度去考虑，因为你只有有信仰的基础的角度才会逆反去考虑，所以这是一个很很有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表述了。那呃，这种表述的本身，呃，应对了一种更呃应应对了一种场面吧，只能这么说。我我们跟大家引用这个就是蔡炳坤先生他的他的说法，呃，他说。 在他眼睛里，他说出现了一些有些诡异的事情，有些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我们就因为它跟稿件有关系了，呃，改革家推出不久就全网下架。有分析认为该文是标准的低级红、高级黑，我认为更多的是贪天之功为己功。 把邓小平以来所有改革开放功绩都揽于名下，这是一个更滑稽、更滑稽的东西。就是说，代表中共内部的出现了极端的争执。因为如果刚拿出来，然后今天他特稿又下架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代表着三中全会内部出现了巨大的事件。这个在这种巨大事件当中，围绕着习近平已经。 呃，习近平当时中风，摔倒，脑脑溢血，这个是他这这个传说就变得很真实了。因为他的习近平的改革家在全网下架，这是对在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完的背景之下，就是对习近平公开的否认。谁去否认他？所以我愿意把它当成这是事情本身的呃一定出什么事情。 那三中全会出什么事情呢？一定是在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只有他的死，只有他的辩解，只有他被辩解或者人辩解他，才可能出现这种改变。因为三中全会一共才三天，憋了一年了，开三天会，然后出了个稿，还被下架了，这是不 make sense，的，一定出什么事了。把他，然后他说，特别是习近平并不喜欢。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总之，这篇特稿党内看笑话，习近平也难干也难堪，那下架就是最好的办法。我个人觉得不一定啊，我个人觉得更愿意把它看成可能是有状况，可能是出事情。习近平自己不会有什么太多难堪，真的不会啊。另外一个，他就在大概在这这前后对应的哈。 下架下、下搞、下架是刚刚说的，而在今天刚刚凌晨的时候，他提到说，有些经济上是利好的消息，说要搞市场，也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是市场是党全面领导，要提高全民的福利保障，完善安全网络，建立全民的免费医疗系统。这个东西不叫改革。 免费医疗系统，我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就谈过免费医疗的。呃，调节收入分配机制，调节收入分配机制，打土豪分田地，应该是这样。呃，消费税、房产税让利给地方，这就不这就是不知道了啊。重点扶持国家产业基金，不惜代价打造一批顶级科技企业。 砍死了，砍死了阿里巴巴，对吧？消灭了所有这些有形的大户之后，然后由国由国家基金、由国家产业基金去扶持，对吧？也就是说，马云你回来了，OK，你都交工了，然后我再扶持你。哎，这他基本上就是你不是当蚂蚁吗？你就当蚂蚁再来。民营企业以创新为主，卡专攻卡脖子术技术就是。 有难度有难度的地方，马云你自己干点儿啊！这个这个、事儿你你必须自己掏钱自己干。我给你下任务，呃，就是麻烦给别人，好处给自己。呃，那提倡科技强国，呃，鼓励民营资产继续做大做优，做强国企，还是国企？呃，对标是新加坡的故事，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外循环内循环等同重要。 基本上没说，那他讲这些东西，只能说你为什么要消灭江泽民，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江泽民的实施部署。那到了胡锦涛的丰硕结果，你为什么要毁掉这一切，从而建立你现在这一切？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这是一种命运，对不对？代表着习近平的能力，但是你让我说呢，在。 上面上架上面讲这篇文章被下架，我个人觉得倒觉得更有趣，代表着三中全会的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令人难以、令人不祥的一种故事、一种征兆，也不叫不祥。如果习近平真出事，真是中风了，会欢天喜地的。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